《金刚经》讲义节要卷二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弥陀佛，请放掌。今天啊、呃、是冬至，在我们中国传统、啊、习俗啊。 今天多吃汤圆这个也代表啊团聚圆满，家人啊回到家里啊，吃汤圆啊，这个圆啊也是代表这个圆满，在这个季节里面呢、啊。 我们一般民俗讲啊，吃了汤圆呢、啊，就增加一岁了。我们增加一岁啊，一方面是喜，一方面也是忧啊。喜的是我们这一年又熬过去了。 啊，特别是今年呐，啊，特别不寻常，啊，有新冠状病毒疫情的这个瘟疫，一年呐、啊、过去了，大家啊都能平安度过。啊，一方面呢，啊。 忧虑的啊，也就是我们的道业啊，我们的敬业啊，还没有成就。但是年纪啊，慢慢大了，人渐渐老了。这个孔子啊，到七十岁啊，那么。 那个时候啊，讲啊，如果再给他几年来学艺啊，可以没有大过啊，可见得啊，这个圣人呐、啊，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，活到死学到死。所以孔子讲啊，啊，人到了坟墓啊，才不用学。 啊，还没有到活木之前呢，啊，都是要学习。我们今天晚上接着啊，我们学习上一次啊，学习的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讲义。 请大家翻开经本四十二页，啊，这个《金刚经讲义解药，卷二四十二页，我们从第七行啊，这个二十七，名其福德，正名其福。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，文是章句。 乃至一念生净信者，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无德。我们看这个讲义解要啊，一啊第一条文士章句，这个是指。 指定啊，持戒修福之人，持戒修福的人呐、啊，他听闻呐、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的章句这个章啊，在我们中国这个文法里面呢、啊，有篇啊，那么有章，我们一般讲一篇文章。 啊，我们讲一篇经文，经文当中，那里面有很多章，像我们这个四十二章经啊，那它就四十二章了啊，分作一章一章的。那么章它还有句啊，就一句一句的啊，文是章句。 那么《金刚经》啊，有章有句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一句啊，或者两句啊，或者四句句啊，这个是最少的了啊，最少啊。比如我们常常听的这个“一切有违法”。 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那这个是四句，那合起来一首句句诵。还有另外呢，就是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那如果你给它分开啊，要一句一句的来解释啊，也可以。 或者这个我们也常讲的，啊，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啊，这个六祖大师啊，到黄梅去啊，五祖弘忍大师啊，传一波给他，啊，传一波给他呢，就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啊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 啊，所以这个都是章句，就是文事章句。那么《金刚经》，不管你闻闻到哪一章哪一句，啊，不一定我全部《金刚经》都听完。你看六祖他《金刚经》没有听完就大彻大悟了。 啊，他不是整部《金刚经》听完一遍没有？他大悟那个时候是在砍柴，那个时候在广东啊岭南那里啊，山上砍柴，砍柴啊啊去卖、啊，赚一些钱呐、啊、回家。 供养他母亲，他是在街上啊卖柴，听到客人啊读《金刚经》，他站在窗窗户外面呢、啊，听了一下，他就大悟了。啊，那然后进去啊问这个客人啊，你你读的是什么经啊？那客人说《金刚经》。 啊！然后六祖就给这个客人讲啊，啊，你刚才念的哪一段啊？我听到了啊，那一段讲的是什么？就讲给那个客人听。啊，这个客人很惊讶啊。他说：“我读《金刚经》读这么多遍了、啊，我不懂他这个意思啊。那他才听一段，他怎么能够明了呢？能够讲出来？” 非常惊讶啊！而且一问之下呢，他又不认识字，是一个砍柴的樵夫啊。这个客人也很花心呐、啊，知道这个不是普通人呐。啊，那就劝他了，说你赶快到黄梅啊去参五祖。 啊，叫吴主啊，给你印证，送了他十两银子，给他安家费，啊，就安顿他母亲生活费，啊，劝他赶快去黄梅吴主那里，啊，所以得到这个客人的帮助，啊，回去把母亲安顿好，他就到黄梅啊去。 参拜五祖了。那么他去参拜五祖啊，他是大悟还没有彻悟啊。到这个五祖这个道场啊，去那边跟五祖只有见两次面啊。第一次见面啊，五祖问他你。 为什么来我这里呀、啊？这个慧能说：“我来求做佛的。”啊，不是说：“你这个人口气很大，到朝朝房去冲米啊！这个这个冲米以前那个米啊，要没有机器啊，要用人呐、啊、去冲啊！啊，这个六祖的这个身体很矮小，体重很轻，他那个重量不够。” 这个聪明啊，他那个身体啊，体重要过。他为了加重他的体重啊，这个腰间呢、啊、去绑块石头，他去冲啊，等于做苦工了、啊，做苦力了。啊，那块石头现在还在广东，我记得我去看过，好像在南华寺。啊，做了八个月。 那吴主在到朝房去看他，啊，给他暗示啊，叫他晚上啊三更的时候到他方上室到他房间去，啊，去就是啊传衣钵给他了。吴主知道他是真正开悟的了，啊，他做的那一手计啊，这个这个。 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！大悟。那么在五祖房间呢、啊，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讲到这一句，他当时就彻底觉悟了啊，法眼底了，大彻大悟。 在广东听客人念《金刚经》，那个时候是大悟，还没有大彻。那吴主给大家讲到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啊，那个那个时候才大彻大悟。后面呢、啊，不用讲了，全通了。啊，吴主就一波传给他了。 啊，所以文士章句啊，这个文士章句啊，不一定说全部《金刚经》都听完啊，他听到哪一段啊，哪一句，在《金刚经讲义》里面，江老七士也讲，《金刚经》任何一个章句啊，都能够误入。 都能够切入啊！你只要误入了，那就全贯通了。不但呐、啊，《金刚经》通了啊，一切经也通了。你看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这个传记啊，在他会下第一个开悟是慧明法师。 追一波被他追到了，他是他是一个武将出身的，后来出家了他是第一个开悟啊，第二个是无尽藏比丘尼啊，念《涅盘经》念很多，不懂，遇到五祖像啊，遇到六祖啊，向慧能请教，慧能给他讲。 讲了一段，他就大彻了啊！还有法达禅师啊，他是念《妙法莲华经》念三千部，也是没开悟啊，就找六祖，六祖给他开示啊，当下他就大彻了。所以这个章句啊，每一个章句啊，都能够误入。 那么每一个人误入的因缘不一样啊，有的人在那一段那一句，有的人在这一段这一句，啊，就触动啊他的误门呐、啊，他就误入了。那么此地讲文士章句是指定持戒修福之人、啊、这个也就是说，能够持戒修福的人呐、啊，啊，听闻啊任何一章一句啊。 他都能够悟入，都能开悟。我们看到持戒修福我们也看到这个慧能大师，我们看到了他也没有去受个什么戒呀，但是。 他有没有持戒呢？他真持戒了啊！这个我们在六祖坛经啊，我们可以去看。他持的那个戒啊，新地戒啊、嗯，他持戒。他得了衣钵啊，他还去猎人队啊，帮那个猎人看猎物。那猎人一天到晚杀生呢、啊。 啊，因为要躲避人家呢，去,去抢他的衣钵啊，躲在猎人队啊，躲了十五年了、啊，那不是短时间呐、啊。啊，那么他还要帮猎人啊煮煮那些肉啊，所以当时六祖啊在猎人队里面呢、啊，他是吃肉边菜。 就像海贤老上啊，在文革的时候，啊，他是吃锅边菜，啊、锅边就是有肉挑起来不吃，就吃那个菜。那你说这个六祖在这个猎人队里面帮猎人看守猎物啊，看守猎物啊，就是这个动物被打死了，那就看守。 如果这个动物啊没死还能活，他就把它放了，啊，就把它放生了，啊，还要煮这些给猎人吃，啊，自己吃锅边菜、肉边菜。那我们看看呢、啊，那他有没有吃戒啊？他真吃戒啊，就跟海鲜捞上一样。那海鲜捞上有没有。 啊，你说在这个借条上呢、啊，这个怎么去持持什么借啊？啊，大衣持钵啊，但是他有没有借呢？啊，他有借、啊，这个借呢属于心地借啊，不是在形象上，心地借。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去看。 那修复，你看六祖去去潮汐在家里的时候啊，也是孝顺他母亲呐，啊，做去砍柴啊，来奉养他的母亲，照顾他母亲。到五祖那里呀、啊，去朝房去冲冲了八个月，禅堂啊，一天也没进去过。 啊，天天都是在炒房，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在厨房一样啊，为为大众服务啊，为大众服务就是叫修复所以自古以来啊，很多大修行人呐、啊，都在厨房啊。 你看这个这个文殊普贤啊，阿弥陀佛化身呐、啊，在寒山寺啊，都在除法啊。你看呐、啊，佛菩萨呢，这个这个、这个来示现了，啊，煮给大家吃啊，煮给凡夫吃啊。这个是表法了啊，教我们呢、啊。 要怎么来持戒修？所以持戒啊，不一定在形式上啊，重实质不重形式啊，不能自私自利啊，自私自利就就不是持戒了。持戒修福的人呐、啊。 他为什么文四章记啊？文是章记就是闻到《金刚经》经文的任何一章、任何一句，他能够悟入呢、啊？因为呢，他能信，能够升起真实的信心，啊，能够依此说奉献，能够依照这样去修，依教奉献。 所以他能够生起静心，啊，所以乃至一念呢、啊、生静心者。我们看第二条这个“静信”啊这两个字，我们看这个啊讲义正指实信，一己实相。那什么叫静信啊？这个清净的净，信心的信，这个“静信”这两个字。 正是指实性，也就是经典上讲的诸法实相。诸法实相啊，用现代化来讲啊，就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。他对这个事实真相啊，能升起真实的信心了、啊，一点不怀疑。这个叫静心，生静信啊，有静念相继者。 有不能净念相继者，乃至二字，包括许多功夫不同之人。生净心呐，就是身起清净的信心，就是你有一念的、啊，哎，升起这个清净的信心，这个一念就是很短暂的。 就一念，那么这个清净信心呐，啊，如果一直相继下去，那就是这个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了，啊，净念相继啊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 他心自然就开了，静念相继，就是静念呢，它不断。那么这个当然是啊功夫啊成就了啊，这个功夫高的啦，有不能静念相继者，那。 就偶尔有一念净心，但是不能不能相继不能啊，念念的、啊、相聚。所以这个是讲到啊，有净念相继，有净念不能相继，乃至啊乃至这两个字啊，就是这个当中。 净念相继啊，或者是一念生净性，啊，这个当中包括许多功夫层次不同的人啊，每个人功夫不一样啊。像我们念佛啊，我们偶尔啊也念的有一念啊相应，但时间很短暂，一下子又被妄念啊、呃、盖覆了。但是这个一念啊，就好像。 我们在整个这个无名当中啊，乌云当中啊，好像透出一线曙光啊，一下子又被乌云盖住了。但是那个光也很可贵的啊。那这个有透出来啊，那以后啊会再继续透露出来啊，越透露越越,越多了。 所以这个一念呐、啊，我们也不能小看啊，就只有一念啊，其实那个一念呐、啊，也是净念相继的一个根本啊。啊，那一念如果一直保持下去，那就是净念相继了嘛。啊，所以那一念呐、啊，虽然很短暂，那也很可贵的、啊。 所以这个当中有很多功夫层次不同啊。过去雪如老人在佛期开示啊，教人啊念一百零八句阿弥陀佛。那这个一百零八句啊，他念念念，就是你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啊，念错了。 或者是这一百零八句记记记得记不清楚了，那就不行，要重来啊！如果起了一个妄念呢、啊，那要从头开始，不管你念到第几句啊，你念到一百零七句啊，起个妄念了、啊，就前面念的通通不算，要从从第第一句开始再念啊！一定啊，念到一百零八句当中不起一个妄念。 那这个功课就算做完了，啊，那这个功课做完了，不能小看哦，只一百零八句哦，好像好像没什么啊，实际上啊，一百零八句，如果你练的过程当中不夹杂一个妄念、啊，它效果就很大，啊，不一定要练很多啊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每一念都相应。 啊，他每一句都是尽信呐，啊，跟我们散乱心念，那当然效果不可同日而语。所以他他的功课说，你每一天念一百零八句，那其他的散念的时间呢、啊，那就没有要求那么高了。啊，散念你多多益善了，啊，念越多越好。啊，但是这个一百零八句一定是要求这个条件。 大家可以试看看啊，你练一百零八句啊，有时候我自己打妄念，自己不知道啊，啊，念念念，不知道念到哪里去了这这个要练习呀、啊，要练习。那实在讲啊，我也实验过啊，这个一百零八啊，哎，呀，不起一个妄念还，还还不是很容易哦，啊，所以。 我现在都采取印光大师十念，啊，印光大师是十句，啊，十句，你一到十啊念你去阿弥陀佛，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啊,啊，这个十句，他这个叫这个也叫十念法，他这个十念法呢，他是一声佛号叫一念，那另外呢，这个慈云忏主。 大师编的那个十念法，它是十口气，啊，十口气就是，它不是只有一句佛号，就是你个人的中气长短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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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念到你一口气念完，气没有了，那换下一口气，啊，那这一口气叫一念，不管你佛号念多少，都算一念，念十口气，那这个叫。 十念啊，这个只适合在早上啊晨朝十念啊，特别对很忙的人设定、啊、没时间呐、啊，一天他只有这个时间啊，早上起来呀、啊，啊，有佛像对着佛像念十念，没有佛像向西方啊念十念，但他功课就做完了。那么印光大师这个十念呐、啊。 他是你心里默数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默数到十啊，不可以十，二十、三十不可以，这一到十，然后你再重复再一到十，重复再一到十，啊，这样来训练啊，这个静念相境，那这个就比一百零八短了啊，少了十倍了，那那这个这个。这个 时间短啊，不加杂一个妄念的，相对比较容易啦。那有些年纪大的呢，念一到十，他还是没办法记啊。所以印光祖师就，就再开一个方便，叫三三四啊。你从一数到三，啊，然后四到六，然后到七到十，分、啊、三段啊。十句佛号分三段去数。 啊，真的记不住啊！特别年纪大了，这个记性不好啊。那数数不要念到第几季的啊，啊，就三三四啊，这个就比一到十就容易了啊。目前呢、啊，我是数，啊，这个练一到十啊，还可以，一到十还可以，但这个还要很专心去练的、啊。 这个我们练习这个净念啊，净念相继。那么我们不能够二十四小时都相继，那起码也要一个短暂时间的相继嘛。所以最少一天，起码要个十年啊，啊，能够提升到一百零八句，像这个念珠一百零八颗，其实就是要要这样念佛的啦。 这个一百零八颗啊，它的它是我们念佛啊做功课的一个定数啊，固定的数字啊，一个定课啦。每一天你要念一百零八句，但是一百零八句呢，啊，就是条件就是念一百零八句不能夹杂一个妄念。那实际上讲啊，这个一百零八句的佛号念下来不夹杂一个妄念啊。 那一百零八计就灵了，啊，就相应了，啊，那你散念啊，念了十万声啊，啊，这个都有夹杂啊，那个不灵的啊，所以不要小看一百零八计，一百零八件的这样念了、啊、它就灵了。所以这个经念相继呀、啊。 啊，有的人他能练到静念相机他念念不断。所谓功夫成片，啊，功夫再高，事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起码他功夫成片了。啊，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。所以雪茹老人在这个早年在台中联事啊，啊，他是台中灵山寺。 零三四打佛七都请他去讲开那写路老人很客气的，他说我不敢说开始了，讲话了，佛七讲话。那么在佛七讲话呢，啊，有一次他这个讲到啊，这个功夫啊，就是最高的就是你念佛念到断货，断货就是最起码你断。 见佛念到断失货，就是都是属于事欲心不乱。啊！如果念佛念到见师佛都断尽了，那等于啊小圣的阿罗汉呐，证阿罗汉国，你你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，你现在就超越超越六道了啊！啊，你就升到这个这个释迦牟尼佛说佛世界的方便方便有余土了。 啊，如果你念到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分法身，离心不乱，那你现在就生施报庄安土了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了。啊，那这个是念佛最高的，离心不乱，破无名。啊，其次就是四心不乱，断见思货那断见思货那不容易啊。啊，这个。 进货八十八品，私货八十一品。我们不要说私货，就讲进货八十八品，我们能断几品？断一品货，好像那个四十里的瀑布这样冲下来，你要把它拦截下来，要把它断掉。你说那个难度多高？所以断货啊，啊，这个难度高啊，难度高。 这个只有少数人啊，他能能办到，大多数人呢、啊，在一生当中要修到断货，啊，不要说断无名货，断见失货，光断一个见货都都很难，不容易了。但是自古以来啊，啊，也真有人练到断货的。 啊，在祖师大德当中啊，啊不少，不断见断见师啊，破无明的都有，都大有人在。那现在末法时期呢，那就更困难了，啊，外面诱惑太多，自己心里烦恼太重，当然这个断货难度就更高。那么。 在修学其他的法门，你没有断见思惑，你六道出不去；你没有破无明，你不能出十法界。啊，这是修任何一个法门，显宗、密教、大圣、小圣，条件都一样的，没有例外。不管你用哪个方法去修，啊，它的条件都是你要断断见思。 神沙断无明啊，这样啊，最起码要断见思惑，那才在佛法当中才算真正有初步的成就啊，要超越六道了啊，不再搞生死轮回了啊！如果你见思惑一丝毫没断尽，还在六道。 啊，必定要断得干干净净，才能超越。啊，这是所有法门都没有例外的，唯有阿弥陀佛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啊。它特别不用断货啊，你只要福货就可以了，福就是那贪嗔痴慢这些烦恼没断。 但是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把它压下去。贪心起来啊，阿弥陀佛压下去；嗔恨心起来，阿弥陀佛压下去；医痴心起来啊，阿弥陀佛压下去；傲慢心起来了，阿弥陀佛压下去。这样压啊，这样啊啊，七个恶念呐、啊，赶快把它转成佛念，把它压下去。 啊，刚开始在压就是很勉强啊，那压久习惯了、啊，习惯就成自然，那福就服了，啊，反正一起心动念，那、啊、佛念马上出来，马上给他代替过来，啊，这个叫功夫成片啊，浅的一心不乱，啊，这是浅的，没有断货，但是他福祸。 在净土法门啊，福祸就及格了，就及格了。在其他法门啊，福祸一点用也没有，只能得定，你不能出三界、啊，还是在三界。你将来往生，往生到哪里？往生到天道去了。啊，定功越深，往生的天层次越高。啊，在三界啊，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。啊，定功失去了，又要再堕落了。 在其他法门呐、啊，你福祸啊还不及格，断货才及格。但是在净土法门呐、啊，你福祸就及格了。啊，信念念佛啊，待业往生啊，这个祸业啊没断，暂时把它控制住，好像生病啊，嗯、呃，先把它控制这个这个病情不要发作。 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找阿弥陀佛无上医往啊，帮我们自然，到那边呢、啊，自然这些烦恼就没有了。啊，这叫待业往生，惑业一品没断，待业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了、啊，去那边再断，啊，去那边断就容易了，环境好啊，老师好、啊。 啊，你不断了、啊，自然它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净土跟其他法门不一样，其他法门都要在娑婆世界修道。断见思、破尘沙、破无明啊。净土法门呐、啊，分两个阶段，在这里先伏惑，先把它控制住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到那边再断，分两个阶段。 其他法门通通要在娑罗世界修道断货，你才能超越、啊。唯有净土法门呐、啊，横超三界；其他法门都叫竖超三界，难度高，时间长，很辛苦。啊，净土法门是二力法门呐、啊，智力跟佛力结合。啊，那这个差很多啊，啊，这差别太大了。 所以这个法门叫特别法门，不是通途法门，叫特别法门。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果没有这个法门呐、啊，上不能度等觉菩萨，下不能度地狱众生啊，五逆十恶啊，你看下下平往生啊，五逆十恶啊，啊五逆十恶都能度了，啊，那你说罪业？ 多重啊！你还没有重到那么那么重啊！那么重的罪业都能得度了啊，何况其他的啊？那你说你功夫很好啊，文殊普贤、观音世智都是等结菩萨、啊，已经接近成佛了啊！我们功夫有没有他们那么高？也没有。 他们也都要修这个法门啊！普贤菩萨、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去极乐世界干什么？他们在华藏世界说这个十报庄严土啊，不是也可以成佛吗？啊，那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呢？比较快啦，啊，比较快速啊，成就尽圆满佛。 如果没有这个理由，那他们何必去去集的世界，他们不但超越六道，哎，超越十法界了。所以十方诸佛如果没有净土这个法门呢、啊，上不能度等觉菩萨，下不能度第一众生。那有了这个法门呢、啊，上可以度等觉菩萨，下可以度第一众生。那这个当中全包了。 啊，所谓啊，三根普披，立顿全收了，没没有一个不能修的，全部都可以。而且这个待业往生，这个才是最特殊的啊，身凡圣同居图。啊，他、啊、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，他没有六道了啊，超越六道了。 没有三个道，就人天两道啊。但他人天两道啊，他没有轮回了。往生道，凡圣同居土，大家都无量寿了。所以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呐、啊，我们能够遇到这个法门啊，我们这一生就有机会啊，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。这个福祸。 那么，福货实在讲啊，我们一般呢，啊还是有有难度，啊，那么这个学儒老人来讲了啊，那个福货还做不到啊，因为断货啊，断无名货啊最高的，断见师货其次的。 再来说是福建之货，福祸。第三，第三层功夫的，啊，这个福祸来做不到啊，要念到熟，熟就是说，这句佛号啊，啊，念得很熟。我们这个佛号啊，还没有能够压得住烦恼，但是已经念很熟了。 啊，你在起贪心的时候啊，佛号也提得起来；啊，在生气的时候啊，瞪着眼睛啊，心里很不舒服啊，呃、啊，阿弥陀佛还是提得起来啊。那这个叫熟熟，但是他还没有办法把这个烦恼啊给他压下去啊。但是他已经很熟了啊，就是生烦恼的时候，他还是佛号可以提得起来啊。 那这样啊，临终也能带业往生啊，啊，也能带业往生。那这个如果这个熟、啊、还做不到，那常常忘记呀，啊，一有事情或一生气啊，那个佛号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，啊，光气都来不及了，还还还想得起佛号啊，想不起来了。 那这样怎么办呢？要发愿了啊！这训练型啊，这个愿是中心呐、啊。啊，愿是什么呢？愿离娑婆，愿生极乐。啊，对极乐世界呢，升起向往之心、心目之心、欢喜，非常愿意啊！啊，这极乐世界，发愿要去啊！啊，愿力放下娑婆世界。 啊，这世界太苦了，啊，不想在这个世界继续轮回了，这一生呢、啊，的确啊，要到极乐世界啊，去见阿弥陀佛了，发这个愿，啊，这个愿呢、啊，我们现在的话讲叫意愿，你有没有意愿要去极乐世界？啊，真有意愿呢、啊，啊，就是你跟佛就会起感应了，四十八愿。 啊，你没有念到一心不乱，没有福祸，也能往生，也是待业往生。啊，那就这个就很方便了。那大概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。啊，要发愿了。啊、发愿啊，你真信切愿，你念佛没有念到啊一心不乱，没有念到功夫成片。 也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不过品位比较低的，啊，所以偶遇祖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讲啊，能不能往生呐、啊，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！你信不信？你相不相信有极乐世界？相不相信有阿弥陀佛？你相不相信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讲的？ 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，这些都是事实，你相不相信？那第一个一定要信嘛，啊，信真有，啊，所以弥陀经讲啊，西方有世界名曰极乐，有佛叫阿弥陀，那你真相信有这个事实？ 啊，我们相信呢、啊，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啊，有有这个世界，我们也相信真有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虽然你现在没看到，你相信圣言量，相信佛在经典讲的都是事实，你不怀疑，相信自己遇到了往生就有份了啊。中庸国师三十七年讲啊。 啊，要信自己有往生之分呐、啊！啊，不要怀疑啊！啊，真信啊，那么信才会发愿嘛。你都不相信，那怎么可能会发愿呢、啊？啊，当然信是第一个、啊、再来就是你要发愿啊，愿力去。你相信了，但是你愿不愿意去呢？啊，那有的人他不相信，当然他。 不会发愿去极乐世界，他认为那是迷信，啊，他那他不会发愿，啊，如果真信了、啊，要发愿了、啊，那就决定蒙阿弥陀佛、啊、临终的时候来接引我们往、啊、生极乐世界，啊，这个这个。 能不能往生，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！啊，有没有真正相信？有没有怀疑？有没有发愿要升级的世界？啊，愿生极乐，愿死娑婆，花这个愿啊，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关键，在信愿之有无。 那偶一祖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又讲了啊，如果你没有信念呐，你也不相信有极乐世界，你也不不不愿意，你当然不会发愿去极乐世界啊。这样念佛啊，啊，念到风吹不入，雨打不湿，念到像银墙铜壁一样，也没有得生之理啊。你念到一心不乱啊，啊，你你没有信念呐。 还是不能往生啊？为什么不能往生呢？因为他不愿意去嘛。啊、阿弥陀佛很欢迎啊，愿意接啊，你不愿意去，阿弥陀佛就不会勉强啊。啊佛永远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绝对啊，不会丝毫去勉强众生。啊，等到哪一天呢、啊？你你想要来了，那随时欢迎。 他随时欢迎。你看佛像，这个阿弥陀天像不是一只手，二十四小时都这样摆着吗？这个意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任何时间、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都欢迎。他随时可以来接啊，只要我们愿意去了，他都可以来接。啊，阿弥陀那边他没有问题，问题在我们。 你想不想去？你什么时候想去？啊，有的人说，我现在还年轻，我还不想去，等我老了再去啊、哦。那阿弥陀说，好，等你老了我再来、哦。那也也有的人，他很年轻，他会要要去极乐世界啊，那佛也满他的愿呢、啊。啊，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讲一个，十岁的小女孩，她都。 听他爸爸念《弥陀经》他在，他的花愿念了往生极乐寺，他真的、啊、真的佛来把他接接走了，看到莲花了啊！所以佛他永远恒顺众生啊！你现在想来啊，佛也欢迎啊！等到你临终寿命终了才想来啊，那佛也欢迎，我说可以，都会满我们的愿。 所以，偶遇祖师讲，能不能往生，关键在信念之有；往生品位的高下，在慈名功夫的浅深。啊，这个《一部弥陀经》讲的修学宗旨，就是信愿行三个字。啊，这个三思两爱，缺一不可，要记住。啊，有真信切愿啊，你念佛念一念十念，也能往生。 啊，当然不是说叫你就就练一练十练就好了、啊。当然练得越多越好了，啊，你练的功夫越高越好嘛。练的功夫越高，你往生的品位就越高啊。啊，功夫越深，往生品位越高；功夫浅，品位就低。所以能不能往生，关键在信念之有你有没有珍惜，有没有发现要去挤的事情。 啊，如果你留恋这个娑婆世界，你不想走，当然不能往生嘛。不是佛不慈悲啊，啊，你不愿意去嘛，跟佛就没有感应。啊，佛发愿要接，我们不发愿去，那就没感应了。啊，这两方面啊，两方面的。啊，佛发四十八愿啊，我们要发愿求生净土。 那这个跟佛的愿啊才相应啊，所以你这个练的不熟啊，练的压不住烦恼啊，那这个真性切愿呢、啊，有这个愿，变成极乐这个心呐、啊，临终佛也来接啊，你四大分散，我们这个神是离开身体，我就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莲花化身了。 只是念佛功夫比较差一点呐、啊，还扶不住烦恼，去往生他那边呢、啊，嗯、品位低一点，品位低一点也没有遗憾呐、啊，超越六道了。啊，纵然呐、啊，升到边地一层都超越六道了，他只是多耽五百年而已啊，在六道里面啦。那有什么遗憾呢？ 这个才是真的啦！我们这一生要争取的就是争取啊，那个莲花啊，上品莲花啊，往生啊，争取那一个。所以这个信念型，在弥陀经讲这个这个信念呐、啊，净土三经讲的，包括所有大乘经典讲的，凡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 都离不开这个信念型啊，这个修学的宗旨。那么弥陀经的行，它是支持名号，打一个佛七，啊，打一个佛七呀、啊，你能够一心不乱呐、啊，那你就，你就能往生了，有把握往生了啊！你打一个佛七，哦、呃，就是净念相继呀、啊。 啊，就是聚一句话，一句话不夹杂妄念，啊，根气比较利的，有的人一天他就一心了，啊，那真正打活期，根据《弥陀经》来的嘛，那《弥陀经》这段经文讲啊。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，持持名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，在其前，世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啊，根据这段经文呐、啊、来的。 那么打佛七，真正打佛七啊，七天七夜啊，那日夜不中断念。念什么？根据《弥陀经》说，闻说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四个字。你念七天七夜，念到一心不乱啊。那你平常啊，这个功夫练好了，那临终就就很自在了啊啊，就是平常啊。 先把这个往生的功夫啊，先准备好了啊，到临终啊，也就不手忙脚乱了啊，不用人家助念了。打佛期是这个目的。那么我们现在打佛期啊，叫方便期结缘的啊，方便期。那真的打佛期就一句佛话。 啊，那个恐怕来参加的人，我看很少了。啊，如果三个五个，我看就很多了。啊，因为念句佛号啊，念得太单调了，啊，念不下去了，一面念一面打妄想啊，或者不能不打妄想都打瞌睡啊。啊，练到最后全身不对劲，啊，想要去走一走，啊，看看手机，看看电脑。 那心乱糟糟的了，那怎么一心不乱呢？所以呀、啊，这个你要练这个一心不乱啊，平常要练习的，要练习啊。啊，所以打佛期是一个很好练习的一个，这个这个叫做克其其正。 啊，客定一个期间呢、啊，正一心。那么我们打佛期可以从方便期提升到精进期。啊，方便期了、啊，慢慢慢慢提升。那从方便期当中啊，再选拔一些比较能够精进的啊，啊，提升到啊这个精进期。 那么真正打精进期啊啊，就是七天七夜啊，啊，但是这个也是要看人呐、啊，要看情况啊，这个要看条件的啊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参加这种精进期啊。如果不善用心呐、啊，虽然修净土法门比其他法门呐着魔的几率比较少，但是不是完全不会着魔，也有人着魔。 早年台中联社李老师啊，喜鹿老人到台湾来的时候啊，打了一次精进期。啊，有两个连柳着我。他花了半年时间才把他调整回来，后来再也不敢不敢打经济区了。啊，要要具备打经济区这个条件呐、啊，也也不是很容易。 啊，可能只有少数人可以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是可以采取我们敬老和尚讲的那个郭若酱，那个地贤法师教他那个郭若酱徒弟的方法，那个啊，大家比较方便的啊，他也是天天念佛，他也是二十小时都念佛啊，念念。 练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赶快念啊！那这样没有压力。所以过去我们见老和尚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，他也采用啊念佛机啊，四字四音的台中连社那个调啊啊，然后一曲绕佛，一曲静坐念佛，一曲拜佛，分三区，自由式的念。那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。那个居士林那个念佛堂啊。 二十四小时开放，啊，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，啊，在二十一年前啊一九九一年九二一那一年呐、啊，还没有发生九二一啊，我们楼上受大灾难啊，我说赶快租楼下，现在那个麻辣火锅那个，啊，租那一间呐、啊，租三个月啊，来念佛啊，也是用念佛机二十四小时开放，分三区念佛。 啊，我给他住三个月，啊，因为他说这个这个八月啊，有有大灾难，我是六月初的，啊，六月初到九月三个月，练月啊，念到八月十七啊是土耳其大地震，死了一万多人，大家想一想，哎呀，土耳其离我们那么远呢，也不是发生在我们这里呀，啊，那、这个我这计划呢念到。 九月底就三个月了，啊，从七八九嘛，啊，七八九这三个月了，啊，九月底念完了，啊，就灾难过了，没有发生了，我们就不租了，啊，后来呢，念到九二一，啊，混我们台湾大地震了，啊，后来我想，哇，这个不行啊，啊，那那这个灾难很多，啊，后来再再给他续租。 又出了两年，就是二十四小时开玩，就现在我们楼下那个麻辣火锅，啊，后来是念到、啊、被人家去告啊，人家看到我们川海青啊，人家到上网去市政府给我们告啊，说我们这里是神坛，有神棍在这里骗钱啊，啊，他说我是神棍。呵呵 然后告了那个市政府，所有什么环保局、消防局、民政局、公务局，什么局都来了。后来查一查，我们也不是神棍哦，没有申请啊，社团啊，啊，这个这个也没有那个念头的声音也没有很大，也不是用那个放送那个那个大喇叭放在外面呐、啊，也没有吵到的。环保局来检查没有，消防局来检查也没问题啊。 啊、民政局来看也没问题啊，啊，后来是公务局啊，他说不对，他们这个房子啊是零售店，您怎么可以用来宗用宗教用途？就给我们勒令停止，啊，不停止就断水断电啊，啊，罚六万块啊，后来我们练了两年了、啊，被罚六万块，被勒令停止，所以就没有租了啊。 啊，所以那个也是二十四小时开放的啊，但来练的人不多了。啊，新加坡佛教基士点也是一样，刚开始练的时候人很多，后来越练越少，越练越少。啊，练到最后啊，几乎变成只有念逻辑在念，人都跑光了。啊，所以你看一句话一念下去也不容易哦，大家可以试看看哦，你能练多久？ 但是平常你就是要练这个功夫啊，临命中你才有把握啊。平常你不练这个功夫，临命中要靠人家助念呐、啊。啊。如果姻缘不好啊，有障碍，那那这个往生就产生障碍啊。所以这里讲乃至啊，包括许多层次的功夫。 所以以后双溪如果有盖道场啊，山上啊，我想做念佛堂啊，像印光大师啊，天天念佛。但是如果大家要想成就一心呐、啊，比如说我们可以规划的这个佛区，那么要参加佛区的人呐、啊，就是要事先要有一些一些培训啊。 啊，还要交手机，手机最好就是要交到柜台啊，你七天都不能看，也不能打电话回家，啊，就是天塌下来你都要如如不动，就是在打火坐，这样才行呢。啊，所以要练到什么功夫呢？像李老师在台中莲社，也是这个瑞成书籍的喜击是。 去听经啊，还、啊、有人来跟他讲说：“你家失火了，你家邻居失火了，那你们隔隔壁啊着火了，火灾了。”他还是听李老师讲今天到晚才回去。啊，那回去之后呢，还好他家没有受到波及啊，所以李老师就很赞叹呐、啊：“你看呐、啊，就像他这样哦呵呵，你家失火了，他还如如不动哦。” 啊，所以我们说不取向如如不动，这个是考验哦。啊，《金刚经》讲的不取向如如不动。啊，今天原子弹从头上掉下来是不取向如如不动。那这个不是讲一讲就能做得到哦。啊，我们现在一点小事情慌慌张张的，啊，心乱七八糟的。 其实平常没有练这个功夫啊，临时就手忙脚乱了、啊，那何况临命终啊？所以真正打火机要交手机，啊，打打火机要交手机，啊，那当然了。如果我主妻啊，我第一个要交嘛，啊，那如果我不交，主妻和尚你都不教，我们为什么要交？ <laughs> 这个 <laughs> 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大家就就不服气了啊！所以我第一个要教出来啊啊！我七天不开，来陪你们念佛啊！这样大家比较没话说啊。那么要真正成就这个一心呢、啊，那必得要这样，不然你这个事情那个事，打闲差那么多。 啊，甚至你在念佛打佛七的时候啊，只有阿弥陀这一念，其他的念头都不能夹杂，包括佛法也都不能夹杂啊。包括你想到哦，《金刚经》哪一句也是夹杂，只只有一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才是一心哦。啊，这个方法不能用的不对哦。啊，净净土中用的方法，禅宗有禅宗的方法，不能拿来套用乱用啊。 啊，所以法门嘛，啊，它的方法很多嘛，啊，那你采用这种导火机的方法，就是支持名号，而且念佛也有好几种啊，最少有四四大类的念佛：，十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、慈明念佛，也都叫念佛啊。那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叫慈明念佛。 啊，你不能一下持名念佛，一下就来来个十相。现在还有人提提倡什么无相念佛啊，再来一个观想念佛，再来一个观相念佛。你搞到最后就，的这修哪一种啊？啊，所以你持名念佛就是执持名号啊，弥陀经的打佛七是执持名号啊，你就要采用持名念佛啊，这样啊来达到啊。 净念相继，啊，你思相念佛也能净念相继，观想念佛也能净念相继，观相念佛也能净念相继。啊，那我们采取慈悯念佛啊，你就要用慈悯念佛来达到净念相继。没有净念相继，乃至一念，那也不错啦。啊，所以这个当中有很多功夫不同。 好我们再看第三，榕树大师云：“一切法不生而般若生，可见若非真实用功，尽性不能得生。”你看这段呢、啊，榕树大大师讲了啊：“一切法不生而般若生。”那一切法就是我们这些。 有违法了啊！那这个这些法都不生了、啊，那波罗他他他就生了啊,啊！可见得啊，如果不是真实的用功啊，这个净信不能生得起来啊！那用这种禅宗参禅,禅的功夫是这样，任何法门都一样，包括我们修净土也是一样啊。 你没有真实用功，没有真正下功夫，尽信呐，升不起来啊！啊，不是讲一讲，他就能升得起来，要真实用功啊！像刚才跟大家讲，我们打活期就要这么打啊。那我们现在是打方便期了啊，对不对？实在打活期啊，他一句话都不能讲。 但现在我们在导活区啊，也都挂一个直译牌，啊，那,那出来啊都，就我看到、啊、还是很多人在讲话啊，但这些老菩萨啦，你也没办法怎么去要求啊，就是方便方便的啊，这个老人家了啊，啊，所以常常有同修啊，他挂个指啊，难道我一直跟我讲？呵呵呵。 啊，所以啊，真正止语啊，你念佛啊啊，才会相应啊。他不打闲岔了，因为你七天就是说，只有一句佛话：打佛七七天就不讲话啊，只有念佛七天不讲话。那么真正的主期也不讲开示了啊，就是讲开示是什么呢？遇到状况了、啊，这个主期是要去。 给大家纠正，不然他会出问题啊！如果没有问题，就一直念下去了。你讲讲话讲开示，通通是打闲岔啊！反正在佛经当中有讲讲话讲开示啊，那就、个、通通叫属于方便期了啊，还不是真正的精进期了。真正精进就一句佛号，七天，七天就一句佛号。 你有什么话呢？我去圆满了，再去再去讲，再去处理。这七天当中，你要专心念你计佛号，达到一心不乱，达到净念相继。啊，如果根器力的，真的，他七天当中，他能不但除烦恼，他还能断货这个也不假。啊，看个人的功夫了。 啊，所以非真实用功，尽心不能得成。啊，修任何法门都一样。我们再看四，一念相应即净念相继之根，净念相继即从一念相应而来。相应有性相、是理、因果种种生解不同。啊，那么。 这一段，这个一念相应啊，即净念相继之根啊。净念相继是从一念相应来的，好像我们念一句佛号，哎，有一句相应，那以后这一念相应的，就是我们以后净念相继的根本。你这一念在一直延续下去，就净念相继了嘛。 啊，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光啊，只有一念相应啊，其实那个净念相继的根就是从那个一念相应来的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念呢，先念到一念相应，然后再提升到念念相应啊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啊，我们先达到这个一念相应。 啊，我们现在有达到一念相应啊，以后就会有念念相应啊，所以念念相应从一念相应来的，一念相应是根本，都是从这一念啊，这个相继的啊，所以净念相继即从一念相应来啊，啊相应呢有性相事理因果。 啊，这个种种啊，深解不同啊，这个种种啊，从性、从相、从事、从理、从因、从果啊，种种啊，去深入啊，去理解啊,啊，这个境界啊，都有不相同啊。我们能够有一念相应啊，我们临命中，你看那个五逆十恶，临终一念十二十念往生的。 那什么？一念相应啊！最后一念相应，他就去了，我就接他走了啊！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一念相应啊，很也很可贵的啊！这我们平常练练了很多，练了很多年了、啊，练了几十年了啊，有曾经练过一念相应啊，那这个很很可贵的啊，因为它是念念相继的根。 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这里。下面这段经文，我们下一次再来继续学习。啊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欢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